商户反映啊，他们这个疫情期间他们都是关门的，就会安装一些摄像头，从摄像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商户内好像被一个陌生男子啊，利用他们自己的食材啊、饮料啊，对吧，私自的饮用，烹饪以后自己食用，这种现象。20号的时候正好发现了一名嫌疑人啊，当时他是躺在这个商铺的一个旁边的地上，然后我们一对比啊，发现他和这个视频中的人啊极为相似，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嘛，然后他也对他的违法事实啊供认不讳。